我今仔我吼，台湾客厅啊，阮经理啊，若要弄影吼，阮经理通主管来吼，搭互你接受录影啦。若果无迄落啊，叫阮经理来迄落啊。哦，用来叫啊。这个位吼，你去针对别人讲，针对我们报社，我们今天你们针对你们公家机关里面。不管你们要不要那个同意，我们都有权利。我再告诉你，你执行公务中，我袂当容易啊！你嘛在想喊？哎，几点你也记的？你们是公干，你的公司耶？啊，点几点要来？我嘛唔知啊，我都有其他的工课啊。即马我啊，你安尼我唔知，等你一工就对了吼。阮客，迄落阮客厅，我找我迄落啊，我头仔靠阮经理看，迄落阮经理无人接啊。啊，我唔知，我等一工就对了，我拢爱做工课就对啊。对啦，我。我靠！阮靠地方嘛，我迄个。报告一下，要弄影的问题啊！哦，你顶下录的，你要报告啦，迄无等人报告。啊，你即摆甲讲伊几点要来啊？我毋捌等伊啊，我等伊要过来采访，我哪有闲通等伊啦？啊，无啦，阮这工课无过来啊，阮爱主管话无伫个啊，无拢出去抽查啊。抽查，我昨我咧去遐讲，怎么搁抽查？无啦，阮主管无伫个啊，这爱经过主管，我搁到主管核准，看要互你弄影无迄落啊。那你有当农业？那你错误了。叫你们主管来。如果不是这样哈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公家单位如果出了外面不接受，那这个检验，那你就是在里面不是黑箱作业而已。不是你讲的当农业，明仔不是你讲的，你是公家单位，你是公共人物。你即马是在执行公务，还是创啊？你要搞清楚呢。我们现在是以第四权，我直接告诉你这句话。什么？我袂当农业，你。我袂当等你，我来开张等你，我。